等到冬至总算是等到黑金来报道了。所在乡阮啊，鱼港有渔民抓到头一批5000尾的野生乌鱼，每一尾哦300元到400元，算算的渔民会当赚到1200万的年终奖金。每年冬至前后是中华沿海渔民抓洄游乌鱼的季节，但是今年受到暖冬的影响，一直到冬至这一天，所在阮啊港总算是传来好消息。这阵啊，涨了，它有3000多尾。安尼算今年上多吗？目前今年算上多。乌鱼还可以抓好，还可以抓2-3个礼拜，然后2-3个礼拜可以抓。今年是头一天抓到，因为洄游今年较暖冬，较慢热啊。啊，所以讲，算是头一批抓到。抓5000多尾吼，啊，5000多尾买起来可能嘛袂少钱吼，啊，这个咱跟咱的渔民的年终奖金同款吼，啊，阮啊讲的物件是来做鲜的吼，有需要的吼，乌鱼壳也好，乌鱼表也好，乌鱼籽也好吼，这非常的好吼，有需要的人爱较紧来阮啊讲家来采购哦。这几啊斤哦，斤哇？这10斤。10斤哦。哦。这一个1000多斤吼。渔民伫搭头前抬鱼仔起卵，一批搁一批肥美乌鱼子，每斤大约伫1400到1500之间。唔那乌鱼子，搁乌鱼标、乌鱼夹，也是乌鱼壳来当卖。哎呀，有听讲抓到啊！好天时有出抓啊，有当有听抓到啊，就来买啊。李文良表示，刷落来10几天，皆当抓到大量的洄游乌。预计到过年前来乌兰港，来当买到新鲜的鱼货。多种花新闻也丰富，刷些彩虹报道。